大家好啊，过年很多人说笋子都吃没了，然后今天笋子它来了啊，有少量的现货，这个是我们湖南山上野生小笋子的笋尖做的，特别脆嫩，吃起来啊，我今天炒的是笋子炒腊肉，还是给大家做的19.9发3包的活动啊！喜欢吃笋子，一定要备上一单我们湖南的这个脆笋啊，糯米笋。吃饭了，吃个酸辣泡椒，今天好丰盛啊！凉拌折耳根，别跑嘛！一块麻辣香肠，哇！咱们还辣肉，泡椒炒牡蛎干，那个包装那个两个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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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
今天吃这个香辣猪皮外婆菜炒肉，超级下饭，没豆腐，还给青菜，别说看不到饭啊，这底下有饭的。